没有啊。冲啊冲啊！看到人吗？没有。没看到，不代表没人。我把这个箱子打开，他会不会看到它是开的？那我已经到身位了。那我把它打开了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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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我们直接撤了，撤去水城了。来拆水也被 OK。打掉，来拆水也挡。脚 步，不打我，打你耶！啊，好久没开文件柜了，我去开开看好了。因为你没有穿六级甲，隔离。好吧，看来今天不适合开密码信函。有人？哪里？六号方向？哪里？刚进去，刚进去。不用回啊！你也让我大胆的过完马路之后再跟我说有人吗？你看我不敢过了。进去啊！我想办法。刚刚看到他，他有衣服吗？顶头。他有衣服吗？有，很残很残，干打那么多枪还没死。靠，两枪头他都没死，你跟我说很残。我打那么多枪头、欸、我打很多枪头哎、欸，我一直打头哎、欸，不办啦，我一直打头，为什么没事？但是我伤害本来就不高。Mark the location。哇塞，离谱了吧！太离谱了吧！打那么多枪还没死，他也是六级的，还是因为他也是六级的？你有什么子弹？我蓝色子弹两枪头还没倒，所以他是六级啊。他是六级，我知道他是六级啊。很狠，六级也没那么难扛吧？还是好两个人。有一个啊，我被捕的是另一个人，是槟榔什么的，所以有三个人。干！那我怎么看到是看到一个四级甲的？这还是他们都是六级，只是我看错。我觉得他们都是六级。干！可是我刚看到小说是四级甲，他外面跳，我看起来没那么胖，看起来他们没那么胖。
记得，被玩弄。白痴哦、喔，那个人机开了妈妈的枪啊！六级套。